大家好，我们这门课程是策略管理，今天呢进行的是第七讲啊。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呢是总体策略啊。今天在现场呢，我们是请到了台北商业技术学院企业管理系两位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第一位是黄文佐黄老师，严主任，各位同学好。第二位是黄瑞杰黄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同学，我们在之前呢，我们探讨了有关整个策略管理里面的内部环境分析、外部环境分析。那么一个公司内部环境最重要，就要知道说自己的核心能力是在哪边，我们的竞争优势啊，然后才会呢知道说怎么样让这个竞争优势呢维持的长久。那么在外部环境分析里面呢，我们提出了一个 Porter 的武力架构啊，从产业的角度来分析整个外部环境。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谈到了说整个公司策略的一个最高层的架构啊，那么就它的总体策略。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一些主要的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讲到总公司的策略构想，就是在总公司的高层，那么它怎么拟思整个公司的一个策略的架构。那么第二个呢，跟第三呢所谈到的都是一些分析的工具，分别是波士顿顾问群矩阵以及呢麦肯锡矩阵这两种，站在总公司立场，他分析公司策略的一些方法。那么我们也会谈到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波士顿顾问矩阵里面，他分析的时候，他所受到的一些限制啊，就任何分析工具它不是万能的。那么第五项呢，就会提到我们核心能力的一个矩阵分析的方法，跟最后就鼎鑫集团的案例。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总公司的策略构想。我们说总体的策略呢，事实上指的呢就是我们集团的策略，就是 corporate strategy 啊，它可以结合我们总公司下面的事业层级它的能力跟优势，创造出一个更高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进行总公司策略构想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思维说，我们怎么样来确保公司能够以一个比较低的成本或者是比较高的差异化，然后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一些事业。那么我们在策略构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思维了，说在公司做这样一个策略布局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理由跟想法是什么啊。那么它就是我们拟定整个公司策略一个前提。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想说我们这个公司策略，然后它所后续衍生出来一些成长稳定，或者是说我们是采取一种退缩、多角化、联盟等等这些不同的方式。好，所以我们可以简略的规划我们在策略构想里面的一些架构。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机会，就是企业呢现在我们现有经营领域之外呢，我们是不是发现了一些新的商业机会。那么这个呢，就必须要以不同的组织形态、技术能力，然后呢来营运这样一个掌握新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公司呢就要思考啊，说我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能力进入啊，那么将来呢是不是能够很有效的退出，那么我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资源跟能力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比说像是 IC 设计，那么像是联电呢，它就是因应这样一个 IC 设计的一个新机会呢，就成立了联发科这样一个公司。另外呢，就是忠孝的追求，这是第二点啊，就是总公司呢希望说能够发挥我下面有那么多的公司，能够一加一大于二啊，那么我怎么样来做内部资源有效的分配跟利用。那么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就像是统一流通次集团啊，那么它下面呢就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子公司，分别呢在物流上面、在仓储上面，
或者是说在零售门市上面都可以发挥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中效。再来就是生命周期的交替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产品呢是有它的生命周期啊，但事实上呢经济也有它的一个成长、繁荣、衰退和萧条啊，所以我们在产业上面呢就必须要了解说我们不同的厂商，然后它现在所处的一个产业周期是什么，然后做一个因应的规划。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风险的分散啊，就是我们对于各个不同的产业它所拥有的技术，或者是说呢它合作的厂商啊，那么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呢都会有经营上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总公司策略构想的时候呢也应该把这个风险呢纳入我们的整体的思维里面啊。再来就是我们创业精神了啊，就是我公司呢因为非常的庞大啊，它容易呢形成官僚的体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新的企业，然后保持公司一直拥有的一种创新的精神。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就比方说家族企业啊，那么子女长大了啊，可能必须要安排他一些职位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像是在税负上的一些考量啊，因为有一些新兴产业呢它的税负是比较轻啊，所以公司呢会把一些盈余呢转投资，或者是说为了要培育高级的人才啊，让他有向外发展的机会啊，就能够为公司呢创造更多更新的一些事业单位出来。好，我们接着呢就请文佐呢帮同学就波士顿顾问群矩阵呢做一个介绍。好的，接下来我跟同学介绍一下波士顿顾问群矩阵，我们常简称为 BCG 矩阵。它的这个矩阵主要目的是协助企业分析它现有的产品线，还有利用它现有的现金来做我们产品的有效配置。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这个，我介绍一下这个图之前，我跟大家同学介绍一下这个图中的每一个圆圈，它代表的是一个事业单位。那这个圆圈的代表是这个事业体它的年度的营业额。那这个圆的中心，它会对应的坐标分别是市场占有率跟产业成长率。那这个轴线的分界线是一的话，若以横轴代表是 0.5， 则代表该事业的相对事业上的最大竞争者，它的占有率为该竞争者的 50%。那纵轴的分界线是 10%。不过这可以视你的这个该国的成长率来做调整。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这个 BG model 这个图形哈，同学可以请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形里面呢，首先第一个在这个左上角，我们跟同学介绍一下是明星事业。明星事业它位于第一个区块，它指的是高市占率跟高成长率的事业，比如说同学看到圈圈里面电子书这样的一个事业。那第二个的话是这个金牛事业。那这个事业所处的状态的话，所代表意思是说它的这个成长率已经降低，但它在该产业中却有较大的这个占有率，例如量贩通路业。那第三个同学看到的是这个问题事业，好，这个问题事业的话，它一般在公司里面它是属于一个问题的青少年，它虽然处于一个高速成长的产业，但是它的市占率却非常的低，比如说同学看到这个旅馆度假。那最后一个跟同学介绍的是刍狗，那刍狗通常是指说在这个产业里面它成长率既低而且市占率也低，比如说国内的毛巾业。接下来我们请同学看一段新农毛巾蛋糕的 VCR。走进这里以为是蛋糕店，但卖的不是蛋糕，是毛巾。蛋糕对不对？好，我想蛋糕。有没有很想吃啊？有没有？小男孩挤在玻璃柜前，看着香甜的巧克力蛋糕，但可惜这些蛋糕不能吃，因为全是用毛巾做成的。和实际的蛋糕相比，相似度98%，连奶油慕斯的感觉，甜筒饼干上的纹路都可以做出来，小朋友几乎想一口咬下去了。这是台湾第一家毛巾观光工厂，催生者就是他。他是老懒员，这里是他的家，这间工厂是他爸爸开的。简单讲，他是工厂的小开，也是所谓的企业家第二代。他叫林颖穗，40岁，总是活力十足，随时挂着无线电，掌控里里外外大小事情。走进制作部门，满桌的毛巾，这些工人可能都是看着他长大的，怎么也没想到艺专毕业的他却回到自己家。4年前，台湾毛巾产业抵不过中国劣质毛巾倾销台湾，家中工厂几乎借不到订单，负债数千万，就要被迫关厂。父亲一通电话，他决定回家。
但回家后却是父子俩不断冲突的起点。外形上父子俩长得很像，但脑袋里的想法却完全不同。在厂房里，爸爸走右边，儿子走左边，眼神不交汇，相敬如宾。林颖穗靠着设计专长研发出毛巾蛋糕，但爸爸刚开始无法认同，有一段时间父子俩的关系十分紧张。儿子的创意和梦想无法得到父亲的认同和支持，林颖穗非常痛苦，一度想远走高飞，但责任感让他留了下来。他学会柔性沟通，终于说服父亲，去年底成立了这家毛巾观光工厂，现在游客一批接一批，父亲总算认同。尽管还是不愿大方称赞儿子，但能这样说已经不容易。虽然投资还没有回收，但父子俩同心，让30年历史的夕阳产业不仅起死回生，还缔造另一个高峰。好，那个我们看完了新农毛巾的 VCR， 同学跟我一样都很想说能够吃一个甜筒蛋糕哈。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同学，我们刚才呢看到的是 BCG 波士顿的顾问群矩阵分析，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探讨一下麦肯锡的矩阵分析。那么关于这方面呢，就请瑞杰老师呢帮同学做一个介绍。好的，麦肯锡矩阵是由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在1970年被委托参与通用电器，也就是 GE 公司，它的策略事业组合顾问案的时候所发展出来的策略事业组合工具。那所以呢，它称之为 GE 的矩阵。接着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事业组合分析的目的有哪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分析现有的事业组合，决定哪些事业单位需要增加投资，或者是哪些事业单位需要减少投资。第二个目的呢，是公司的集团采取成长策略的时候，决定在事业组合当中增加哪些新的事业单位。第三个目的是决定事业组合当中有哪些的事业单位没有保留的必要，有哪些的单位却必须要裁撤。接着下来呢，我来介绍一下整个 GE 矩阵的横轴，它所代表的是事业的竞争力。那纵轴的部分是所谓的产业的吸引力。那因为纵轴跟横轴都分为中高低这三个指标，因此呢，33就得9，总共有9个象限的矩阵。这两个轴所内涵的因素有许多的种类，我们列举如下。第一个部分是在产业的吸引力当中所包含的是整体产业的规模，每一年的它的成长率，过去的利润程度，所需要的技术，能源的需求，环境的变动程度，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而在事业的竞争力当中，它所包含的是市场的占有率、占有的成长率、产品的品质、品牌的声誉，还有配销的网路、生产的产能、生产的效率、管理的人才以及研发的绩效等等。总公司可以依照上述的各项的原因呢、因素呢，做综合的评比，看看它的竞争地位是高、中或者是低，它的产业的吸引力是高、中或者是低。因此呢，我们可以把这区隔的9个小块可以分为三个大区域。这三个大区域，好，第一个区域就是赢家。这个赢家是在最左上角的三个小区块，它是具有较佳的产业吸引力和事业的竞争的地位。第二个区块是输家，输家是位于右下角的三个小区块，它的竞争力较差，同时呢，产业的吸引力也不佳，整体的搭配并不好。最后一个是居于前两者之间的，也就是呢，它的问题点，它分别为问题的事业，还有表现平平者以及利润的生产者。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图形看到的是麦肯锡矩阵，横轴的部分是代表的是事业的竞争力，纵轴的部分是产业的吸引力。那左上角的三个区块是赢家，右下角的三个区块是输家。那居于中间的就包含了问题的事业、表现平民者以及利润的生产者。
好，我们谢谢瑞杰要做的说明。接着就请文卓老师，能不能帮同学就这样一个麦肯锡矩阵应该怎么做分析，以及呢相关这些分析工具的一些限制。好的，接下来我跟同学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个麦肯锡矩阵它的内容。同学请看到刚才那个矩阵图里面，它里面的图中的圈圈的意思呢，指的是事业单位营业额的大小。那英文字母代表的是不同单位的名称。那我们知道每个单位的位置，那总公司就可以知道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应策略。比如说，同学请看图里面的 G 公司，它 G 公司的话，应该是要避免再投入资金，并且寻觅退出的适当时机。如果是 B 公司的话，因为它是属于金鸡母，所以站在公司的立场的话，应该要维持目前的盈余，而且加强防卫率。那如果是 A 公司的位置的话，我们则公司应该要集中我们的资源跟力量来经营，以便维持我们的领先地位。那最后的 case， 同学请看 F 公司 F 事业，它在公司的位置的话，公司应该去思考并做正确的决策，然后来寻求克服目前竞争弱势的问题。如果无法有效的经营的话，我们应该退出这样的一个经营。那图中的箭头呢，代表是该事业体它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向。比如说箭头是往右下角的话，那未来发展可能堪忧；那如果是往左上角的话，则是比较好的一个发展未来取向。那接下来呢，我来跟同学介绍一下麦肯锡矩阵，它这个分析麦肯锡矩阵的话所常常遵循的一些步骤。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要找出影响产业吸引力与事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那第二个呢，我们应该依据我们所选定的每个因素的重要性，然后来决定这个因素的加权比重大概有多少。那第三个接下来的话，第三个原因是针对我们所选定的每个因素，我们分别给予评分。然后第四个呢，我们是对每个事业做加权，然后计算这个产业它的吸引力以及在事业竞争力上所获得的分数。那第五个步骤呢，我们则依据坐标的这个指标来决定各个事业体它应该在刚的这个九个象限里面的哪一个位置。第六个呢，我们再将事业单位的这个营业额大小与圆圈图来表示。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画出它的箭头，来代表它的未来方向是堪忧还是比较佳。好，接下来我再跟同学介绍一下投资组合矩阵它的限制有哪一些。那主要是有四点。第一点的话是我们谈到的它的模式过于简化。我们一般会将复杂的产业跟企业环境简化成两个轴面。那如果仅以这两个变数来看的话，是否足以表现出每个事业它的竞争态势，会不会误导真相？好，这是第一个限制。那我们举的例子是说，如果是产业成长率高，可是却不一定吸引企业投入，那这时候企业在决定进入新产业的时候，也不应该只注意它的成长率。那第二点是不一定是金牛，因为在低成长业中，它也占有高的成长率，也不一定是金牛，因为所谓的金牛必须指的是它有较高的获利能力跟较高的现金流量。第二个限制是不一定是金牛。事实上，在饱和的产业里，为了因应内部剧烈的竞争，我们往往需要投入比较多的现金，那事业才能维持住这个领先的地位。第三点的话是高占有率未必享有成本优势。BG 模式呢，它基本上是假设相对市占率高，便能发挥其经济规模效益。事实上，管理优良的企业它不一定有比较高的市占率，而市占率高的事业它也未必管理优良，所以就算是刍狗呢，它也可以赚大钱。那最后一点是，所有的投资组合呢，都忽视了多角化所创造的价值，特别是相关多角化。事实上，他们并非是相互独立的事业体，而是在产品、技术以及客户经营上，它都有其相关性。我们若是能有效的管理，可以分享资源而产生中效的话，我们就能创造他们的价值。那但是我们图形上没办法看出这一点。我们将现场交回严老师。好，我们谢谢文佐呢，跟同学做一个说明。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呢，再回到现场。好，那个刚才文卓老师呢跟同学讲了，就是说金牛呢未必真的会帮公司赚很多钱，同时呢刍狗啊他也有机会呢为公司赚很大的获利啊，就像是鼎泰丰。那么鼎泰丰如果我们从 BCG 矩阵来看的话，产业成长率呢它是低的啊，那么公司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呢也不高啊，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呢，它一定是刍狗。但事实上我们知道鼎泰丰呢它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一个企业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运用这些分析工具的时候呢，必须要注意它其中存在一些盲点。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提到核心能力的分析矩阵啊，关于这种分析的方法，我们请瑞杰老师呢帮同学做一个介绍。好的，核心能力分析矩阵，它是从核心能力的来出发，它主要的目的是在探讨总公司如何运用核心的能力，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创造出新的机会和事业的单位。核心能力是指什么呢？核心能力主要是指说组织的价值创造能耐，它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根据 Hamel and Pajero 的理论，从这个核心的竞争能力来加以探讨的话，我们可以分为新增能力和现有的能力。那如果说我们用从市场来区分的话，又可以分为现有的市场和新增的市场。因此呢，如此就可以区隔出四种不同的策略运用。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图形当中来做表示。在横轴的部分是市场，那可以分为新增市场跟现有市场。核心的能力呢，又可以分为新增的能力跟现有能力。因此呢，就形成了四个部分。右上角的部分是所谓的巨大机会策略。这个巨大机会的策略呢，是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思考是说，我们应该针对最令人振奋的市场，培养哪些新的一个人力。那右下角的部分是白色的地带。白色地带的策略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将现有的能力重新的组合，我们能够创造哪些新产品或者是市场。在填补的空白的策略当中呢，我们要思考的是，在哪些的能力之下，现有能力之下，有哪些市场的机会可以做增加。最后的是确保领先的策略，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了维护现以及扩大现有的市场，我们需要哪些新的核心能力。我们来举一个鼎鑫集团的一个案例。如果以核心能力矩阵做分析，鼎鑫的集团从台湾的就是彰化的鼎鑫自由前进到大陆的新的市场，这就是所谓的白色地带策略。那魏家四兄弟靠着人气的商品，就像康师傅的方便面，他打下了江山。而且呢，集团的事业横跨了食品制造、餐饮、流通、营建等等不同领域，这就像是巨大机会的策略。如今鲑鱼返乡并且入股了味全，就像是填补空白的策略。以及呢，入股了101大楼，就如同确保领先的策略。鼎鑫可以说是台商企业当中经营大陆市场成功的一个典范。好，我们谢谢瑞杰老师呢，帮同学呢做了这么详细的分析。接着呢，我就针对魏家四兄弟跟他们的企业一些策略呢，再做一个阐述。好，那么同学呢，在荧幕上面所看到的呢，就是魏家四兄弟。这个鼎鑫集团的前身呢，就是彰化的鼎鑫自由。他们四兄弟呢，是在90年的时候呢，西进中国，然后靠着康师傅面打下了整片的江山。那么集团事业呢，可以说是横跨了食品、餐饮、流通。那么这个四兄弟呢，也是各有分工。我们看到的大董就是最左边那一位。他主要呢就是主管康师傅相关的食品事业。那么二董就是第二位魏应娇，那么他所从事的就是通路，然后又转战到了土地开发。所以像101，那么在放烟火的时候呢，就是魏应娇跟市长郝龙斌呢他们来主持的。那么三董魏应聪，那么他是负责台湾味全公司的经营，以及呢最右边的是四董魏应行，那么他主要呢是掌管餐饮事业，以及呢全家便利商店在中国的一个经营。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鼎鑫他集团下面的一些事业体。最有名的就是康师傅控股啊，那么他所经营的领域呢是食品，那么就包含了茶、饮料、包装水、泡面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鼎基。就是魏应娇老二，那么从事呢就是房地产。接着呢就是台湾味全，就是魏应聪，这个主要是经营食品。那么在国内呢本来是皇家经营，后来呢就是被鼎鑫集团呢股份呢买下来之后呢就正式的入主。那么后面是鼎巧控股，
他所经营的呢是德克士，这是大陆第三大的素食连锁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康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也是一个品牌。后面呢就是鼎泉啊，他所经营的主要就是便利商店啊，也是老四，他在上海、广州啊有全家便利商店的经营。好，我们看一下哈，鼎新他在草创期的时候呢，就在北京统一生产方便面，那么在新疆是统一生产番茄汁，那么在天津是统一生产面粉。上海呢是生产饲料，所以它的发展是朝一个多角化的一个方向来发展。那么它的方便面最初呢是以方便为中心，然后呢再做一些相关的多角化，所以它有饮料、饲料是做水平的分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中效跟它的卡位，然后来达到呢国际化快速成长的一个策略目标。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看到说它整个营收的状况所以从左边呢可以看说它整个集团，那么在右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分别是方便面它的一些包装水等等所占的事业群的一个比例。那么再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它的一个毛利率了所以它的毛利率呢也是非常的高大概都是有到30%这比我们电子业呢要高出了很多，因为电子业的毛利率几乎都到5%以下但他们的毛利率呢就有到30%。那么另外呢就是事业群的毛利率也是非常的高像是糕饼、方便面、饮料等等都是到36%、38%。那么再下一章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大陆上方便面然后包装水跟茶饮料他们的一个市占的一个状况，那么鼎新集团呢也都是居于领先的地位。好，最后呢我们来谈一下他进驻大陆整个发展优势的一个内涵。那么鼎新集团呢在发展成为大陆上这么大一个事业呢，可以主要归纳有两个重要的一个策略。那么第一个策略呢就是时间差的一个卡位，也就是它的一个先占的策略。那么它掌握了时机，然后进入市场，那么迅速的呢就占有各个重要的城市，并且以它强力的一个行销促销策略呢来推高了它品牌的形象跟它的知名度，在短期之间就能够雄霸整个大陆方便面的市场，而且呢取得了竞争的优势跟它的策略地位。第二个它主要的策略呢就是创新的策略。那么鼎新集团在台湾呢是拥有专业的技术，而且呢非常完整的产品线跟通路优势的一个公司而且呢它在台湾呢又并下了台湾的味全所以就有了很多的在食品方面台湾比较先进的技术但是呢在大陆发展的时候呢它又会以地方的特色为导向作为不同口味发展的一个产品多元化的一种策略。那么我们纵观鼎新集团它整个发展的历程呢，我们就知道说它是从集中慢慢呢到分散式的多角化，然后呢独资跟合资呢也是做了一些多元的运用有的是独资，那么有的是合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鼎新呢它是以它的 know-how 它的通路为主，但是呢它也借助了其他公司的一些优势，比方说像是南桥，比方说像是益美，那么这些公司呢就能够跟鼎新呢做一些合作，然后呢达到双赢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同学呢就是讨论到这里，感谢同学收看，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